不急，这边求稳，小林，没事，都是一次进哇，今天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，小林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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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要登场的是红队的球类女神林思雨宇宙，就是一直可以看到啊，像上次的我们的三分球大赛啊，或者是平常的练习啊，林思雨都展现出好的学习力。这个运球有点瑕疵，不过还是呢顺利的过了五个角锥。我觉得其实刚刚林宇宙助攻传球一球的投进，也激励了林思雨遇强则强。来来来来，不急不急不急，这边球稳，小球上篮。林思雨都是一次进，哇！今天的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。小婉杰，呀，又一个球！林思雨再破大纪录，29秒01。林思雨是我们唯一全明星运动会目前的女生抢进30秒内的女选手。林思雨的表现实在太赞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对，我关键真的在最后的罚球，女生的罚球跟男生的三分哦。是，哇，林思雨那真的是练习完全在这个场上展现出来耶，因为呢，她刚刚的每一个点都是硬一个球进，非常完美。对，很完美，堪称完美的表现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